哇，这都起码有十几斤吧？有。很大哦，你看。这个可以，这个。哇，跟我的腿对比一下。哇塞！到我腿这边了。哇，这个可以。哇，这都够大。到你来庆祝干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最近我们放那个插在海里去的那种鲈鱼钩，不是被偷就是空心了。所以昨天下午我们放在那外面的那个几十个那个橡皮筋的鲈鱼钩，现在准备吸收一下啊。期待今天有个好的收获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啊，准备给大家看一下。很大一条，动都不动，现在又是好好的。今天会不会又要空心？嘿，有啊，一条，哦，还没死、啊，还没死，你看，给它弄了。有五斤吧？是五斤吧？哦，四到五斤应该有哦，很大哦，看来还是有鱼的哦。可以，一条成本什么都回来了，继续来哦。这个线还是好的。那边是不是有一条链？线都切成这样了。哇，都烂烂没了。不是，哎、欸，有，你看，有没有？有啊，在那个海胆里面。哦，哇，你看这，哎，这条不大，挖的很大，很大的，给拉成这样。哎，你看，三十三，没地方跑，我跟你说，又是一条啊，还行。他这个布给他包着，不然就这个鲈鱼的鳞片很锋利的。可以啊。哎呦哇，人有嘞，不是啊，手臂。哇哈。鲈鱼链有嘞，六只手来，手背给我打了，又是一条，还行，虾还是好好的，这个被室友吃剩下一个虾头了，你看，应该又是一条吧？是不是鲈鱼啊？不知道，感觉是，哎，是，那上，来，哇，不小，很大一条，应该不小，很有趣，喂，对，那看他妈都没海胆，没事，那这样要跑的话他就跑了。上来吧，他发流让他发流，还行，这个还行，又是一条，走了对，不，练那么少的金龙会摆还是？来，哇，又是一条，什么呀？哇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啊，今天都打，下午可以买下过来过，可以，哦，你干嘛？又是五斤了，在干嘛？差不多四十斤左右，这个季节他鲈鱼都比较肥，哇。可以要两条打三条，两条打一条九的，已经省钱了啊！可以，来，那我们接着来，来，继续来，虾还是好的，虾还是虾，都不变成鱼。哎，这个回头，有动吗？有，应该有。大不大？不小啊！大呀！大，应该大的，差不多。喂。等，给伸到海胆里面去了，你看，来，你上网准备啊？好，他应该在底下，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你看，哇，跑出来了，来，我都不敢硬拉，你看，我都不敢硬拉，一拉的话，我怕会跑掉，感觉就挂了一个嘴唇。大鲈鱼基本挂嘴唇比较多，不着急哦，别跑，这条应该是训练的记录了。来，你准备炒，哇，准备炒，来，炒，哇，这条可以啊，你看，哇，这条起码有十几斤吧？有，很大哦，你看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跟我的腿对比一下，哇塞，到我腿这边了，哇，这个可以，哇，这条够大，到你来庆祝干准，干准起来，赶紧下午再去买虾，哦，刚刚我的心脏都一直在蹦蹦跳起来，哇，这条可以啊。哇，一个水泡都给挂成这样，挂成这样，他肯定在水里面发力了很久，很久，可能是昨天晚上，这条应该是昨天晚上挂住挂上去的，可能啥前面或者后面就挂住了，后面就是，水泡都红红的，都要脱锅了，你看，来，给他切掉，给的啊，可以哦，今天划多少餐了，哇，嘴巴这个都红红的，看来今天发了他的血种，你看，这可以，这可以吧，今天七八十几斤啊，有。哇，可以了，发大财了！你看，这条放进来一上里面都是鲈鱼啊！满了！来，继续来！现在还好，基本都没给什么吃。哇，又回到那边去，是不是又是一条？啊，这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会动，刚会动了一下，来，那不是又不动，
哎，不是，过来海胆了。我、哦、还又是一条。剑齿龙看看这种那个生殖器，觉得最刺激了。继续来哦。继续来呀、啊！喂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又有，肯定就有一条啊，好像有洞那家，感觉有洞啊，有洞有洞，有没有？有有有有有，这边有。哎，打不打？不打，上次不打，小的小的不打不打，小的一起自己拉起来。小的直接来吧，自己来来。也还行啊，有个大几两吧，还行啊，差不多有个七八两吧。有，还是没有，没有，下来是好好的。嘿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一惊一乍，就是没有啊，这回掉了，有没有啊？来一条，大，那就虾，虾挺大。这样就先不说完了啊，这是我一百空心了，但今天收获还不错啊，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了。今天收获是几条？五条应该有个20多斤吧？哇，你看，比我手笔粗多了。走，那我们现在赶紧上岸卖鱼，上岸发财。我早晨做了三条才十斤，才十斤。你看我们今天几条都是很大。今天这条大的准备卖吧。大的还没买。还没买，那正好我一个老板准备有了，那我不能给你买吧。哇，这条好大。敢不要给你了啊。那你直接给他带过去吧。哦，好的，好，我直接给他带过去。这条应该有十来斤吧？有，有十来斤。是我们今天的冠军。今天这些全部买的话，起码2000多，应该差不多吧？是不是？这条应该是我咱们今天的记录、啊，是不是？走，那我们家赶紧上买家去补家。走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，拜拜。